他的父亲已经在抗战当中死去。当时全国上下一片狂欢啊，太多主题可以画啊。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组织的历史画仍然在画抗日战争。哎，可是大家想想看啊，这位抗战的亲历者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孩画，因为你复仇也好，你胜利也好，战争结束，最最真实的事情就是无数家庭破碎了，无数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永远不回来了。这幅画不是出于国家主义和民族意识，而是出于一个人的立场，直白的说，就是出于同情心，那。我们这一世纪的主旋律是国家和民族，同情心、恻隐心不会被认为是最高的美德啊。所以70年过去，这幅画《爸爸永不回来了》早已被忘记了，没有人知道这幅画。我也是去年看了这位画家的传记，才知道1945年他画过这么一幅画。这位画家叫什么名字呢？他是中央美院的老教授。蒋兆和先生，上个世纪，我认为中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画家，也是最杰出的人物画家，就是蒋兆和先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画于战争期间的《流民图》，这幅画也几乎被历史忘记，而且差点被销毁。他的所谓政治名誉，直到80年代才完全恢复，但是我不知道有几个90后、80后知道《流民图》。据我所知，如今大部分青年不喜欢看灾难的、看苦难的电影和画面，前两年，冯小刚拍了一部，1942年，电影里全是蚁民啊、灾民、饥民、流民。成片成片的死掉，就跟狗一样，那么放映以后票房非常惨，冯小刚同志就梗着个脖子，他心里很受伤。那么我为这事儿呢，还特意问过一些我认识的80后青年，他们很坦然地对我说，我不想去看。我觉得孩子们可能是对的，因为绝大部分人他们的父亲还在，母亲还在，家庭是完整的，而他们的父亲母亲可能因为别的原因别的记忆，也不愿意谈苦难悲惨的事情，上回说了，我们伟大的绘画传统是千里江山，不是死亡。
蒋兆和一辈子没有画过壮丽河山，他喜欢画人，特别喜欢画可怜的受苦人。他自己就很可怜，从小十来岁从四川的老家出来混，在上海洋场画广告画，画给人画瓷板像，所以呢，他跟另一位中国的现代绘画大师徐悲鸿先生很相像。徐悲鸿也是少年吃苦流落到上海，自己出来混。所以徐先生在抗战前曾经对蒋先生有过绘画上的影响，而且提携扶助，对他很好。蒋先生自己有四个字是他的座右铭，就是悲天悯人。世界上有的是可怜人，过去很多，现在也很多。你要可怜人，老是去想可怜事，也很可怜，可是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我不知道诸位同意不同意，据我的记忆，历史上伟大的作品很少很少描绘幸福，就算有，看了你未必会感染到那种幸福。可是描述苦难的这些经典，你真的会被感动。虽然你可能跟画中的经历毫无关系，你到欧洲去，到处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到处都是迫害，现代当然像迫害犹太人，这是他们电影的一个长久的一个主题。这个原因是为什么？我也想过，比方牛给豹子吃掉了，羊给饿狼叼走了，牛羊不会写一篇文章，画一幅画，把这个苦难记下来，然后老是说，老是看。这世界上万物只有人干这种事情，畜生的感情其实和人是一样的，但是它没有语言，只好闷死，很多动物包括鸟，死了配偶，死了亲人，是小动物，它会绝食而亡，绝食而亡。可是人的天分很奇怪，人不但会汲取苦难，而且会想象苦难，而去把它画出来，蒋先生自己的亲人没有被鬼子杀掉，他画那个女孩跪在地上说爸爸永不回来了，那个女孩是他侄儿，是他侄女，爸爸好好在家里。抗战爆发的时候，蒋先生也不是流民，但是他亲眼目睹918事件以后，那个东三省的流民，亲眼目睹813淞沪战争的上海流民，也看见北京在抗战爆发沦陷以后，那个流民，所以他心里不忍，心里不安，他非要画流民图。今天我想借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蒋先生的流民图，也想借流民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的老同学刘希林先生30多年前就用流民图做他的毕业论文，去年呢，他就跟我说你也来写一篇蒋先生，我就写了。写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我们中国学油画，或者把西洋素描弄到国画里头来，就这个历史只有上百年的样子，所以过去半个世纪，咱们本土比较有名的历史画数得出来20-30幅，你要去跟欧洲那几个世纪攒起来的宗教画历史画比，那是没得比，可是流民图可以比。怎么比法呢？我当然就是偏见，我在文章里是这么写的，请让我念一下。流民图所描绘的绝望、悲剧性、死亡感，如圣经的片段，直追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宗教壁画。逾百位人物的组合纠结而能各在其位、各成其态，在欧洲也算一流。画中每一个人物的面相、种性、神态、气质高度准确，不是准确，而是如其所示，堪与维拉斯凯兹的侏儒系列、伦勃朗的自画像相比美。而流民图的道德力量、心理深度、历史分量，和俄罗斯的列宾·苏里科夫
和德国的科洛惠枝同属一枝。整幅长卷深沉而从容的叙述令我想起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多斯托耶夫斯基笔下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论到一位艺术家在沦陷期间所能做出的强悍的回应，刘明图超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而刘明图成稿期间的政治语境比《格尔尼卡》更危险更艰难。刘明图能给外国人看到只有一次机会，是1957年到前苏联展出。苏联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啊，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一个传统，苦难的传统啊，所以苏联画家看了在画面前鼓掌致敬，说这是你们中国的伦勃朗啊。那么这个话呢说对一半，因为伦勃朗生于巴洛克盛期啊，在他的本国和邻邦群星灿烂。蒋兆和画刘明图是1943年，当时中国的现代艺术还在牙牙学语啊，居然有刘明图出来，远远超过众人，甚至我认为超过徐悲鸿另两幅悲天悯人的大画，一幅是田横五百士，一幅是昔我后啊，描述饥饿的人民。但今天短短十分钟，我不能讲述蒋先生的生平和这幅画的背景啊，我略微讲的是这幅画的故事啊。1943年，这幅画画出来了啊，就在太庙展览，北京的太庙。当时北京是沦陷区，居民就去看。一天，一共只展览了一天，日本宪兵就禁止了这个展览啊。那么第二年，1944年，这幅画由上海《申报》主办啊，又一次展出，展期是两周左右。这报章有报道，也有评论啊。这个上海市民看了以后也是非常震撼。一直到解放后几十年过去，看过这幅画的这些老观众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动人的力量，很多人在画面前就哭了啊。那么两周后，日本当局在上海就出面了，没收了这幅画，从此下落不明。在创作这幅大画之前，有一个小小插曲啊，就是蒋兆和因为当时贫困啊，和一位北京市的一位汉奸啊党部的官员认识，那位官员居然让他画这幅画，说我有机会想办法赞助你啊。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细节啊，我不能详细的复述啊。但是他没有兑现他的赞助，在抗战中这位汉奸就死了啊。可是这件事情这层关系，让蒋先生日后背负了一辈子的罪名。照我们这儿的说法，就是他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啊。1953年，刘明图奇迹般的在一个仓库里找到了，已经霉烂啊，半截画面已经没有了啊。他原作有30米长，那么残。缺不全的刘明图总算是回到了蒋兆和手里。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幅画的灾难来了啊，被定性为反共卖国的大毒草啊，打入冷宫，差点被销毁啊。文革后，这幅残破的画又在仓库里放了多少年被找到了。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的原作，不是在美术馆的墙面上，更不是在展览上，而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昏暗的走廊里。我的几个同学，有些跟人美有关系，不知道哪里就把这幅画拿出来，我看了哑口无言，怎么会这么破旧的一幅画啊？当然现在展出的一定是重新装裱过了。那么到了1979年，中央美院根据组织的鉴定要重新定性，为蒋先生也为刘明图，然后就做出了结论，报请文化部批准，总算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啊。这个时候距刘明图诞生已经过去30多年，蒋先生备受煎熬，心力交瘁。暮年他把这幅画捐献给政府，现在刘明图就在中国美术馆收藏。从反共卖国的大毒草到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作品，还要报批啊，还要祈求恩准啊，批准。
大家想想看，这是一个受难的民族，一个战胜国对待流民徒的态度。这幅问世于沦陷时代的创作，日本敌国怎样憎恨，不去说了，胜利后流民徒在本国还是遭遇政局，权力的意志让这幅画辗转于高层的独语，和封城的库房。流民徒中的流民就像鬼魂一样，流进蒋先生这幅画，结果这幅画也像鬼魂一样，在胜利后的岁月背负罪名，差点被销毁。这才是真的灾难，而且是难以战胜的灾难。我们牢记对日的仇恨，我们记不记得流民徒这幅画？至少我想知道，今天全国各地的这么多大学，千万名大学生，有几个人知道这幅画呀？有几个人知道蒋先生？我在美院读书的时候，蒋先生还健在，很遗憾没有见过他呀。我从小就爱看这幅画，尊敬蒋先生，很惭愧，直到去年读了他的传记，才知道他后半辈子受了这么多委屈，直到今天还有上一代权威的画家认为他有历史问题。这什么历史问题呢？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历史大有问题。现在来看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这幅巨作的诞生同样是为了同胞的受难，同样也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他也一度离开毕加索，但不是到仓库里去，而是被纽约现代博物馆收藏，作为镇馆之宝，陈列了好几十年，那么弗朗哥政权倒台以后，西班牙政府和国王就跟美国交涉，你们要把这幅画还给我们，美国呢最后同意了，就在还画的那一年，1980年，为了表达对毕加索的敬意，现代博物馆举办了盛大的，可能是毕加索去世以后最完整的一个毕加索回顾展。好，等这个展览结束以后，格尔尼卡就很隆重的像英雄一样凯旋回到了他的祖国，陈列在索菲亚博物馆。据我知道，当时政府还派这个高等的卫兵守护这幅画，站在画面前。那么我们会说毕加索名气太大，那么大家不要忘记，毕加索还是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个蒋兆和没法跟他比，没法跟他比，他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但是同样两幅关于战争灾难的画，我偏爱流民徒，并不因为我是中国人，而是这幅画里的血泪，这幅画的真挚，这幅画的动人，我以为远胜格尔尼卡。现在请诸位看看蒋先生的照片，一脸的慈悲老实，一脸的苦难郁结。抗战胜利后，他在自己的祖国当了几十年精神的流民，后半辈子一直低着头过日子，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他画了流民图。看理想，另一种观看。
陈丹青局部每周二看见视觉世界的无数细节，梁文道一千零一夜每周一三五日落后说不完的文明经典，马世芳听说每周四在流行音乐里听到台湾，登录优酷土豆订阅看理想制频道，看见另一种可能。我是警察。